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郭德杰山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郭德杰山就位于郭德杰道二号，是属于一个低密度住宅，它是有这个落地大玻璃窗的电梯大堂。今次介绍这个单位呢，实用面积764尺，位于二座的，一入大门口经过细细的玄关位就到我们的饭客厅了。饭厅那里做了一些储物柜，亦都没有影响到单位的可用面积。客厅那里已经预留了电掣和电线来到摆电视机的。单位附设露台，现在我们从露台那里望到出去呢，就是望到金山郊野公园以及琵琶山一带的远景。单位是作出了一些的改动的，现在我们先看一看主人房。睡房的景观和客厅一样，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乐园泳池和一个开阳的远景。扩大了的主人房的面积差不多接近140尺。主人房的浴室是重新装修过，而且扩大了的面积，有窗改了做企缸。而主人房隔离那间睡房相对上缩小了，改了做衣帽间。第一间客房的面积亦都缩小了，可以当作小朋友房用。而客厕亦都是缩小了，改了做企缸。本身呢，这个房间都是储物室的，业主就做了一些日常柜。厨房就是改了做趟门，现在我们就走入去望一望。除了是摆了一些基本的主食炉具之外，洗衣干衣机都是有提供的。厨柜位置充足，可以摆到很多的厨具。今次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这条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分享、赞好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